你好，我是好人，只有好人有牌，好人有牌，有人只有好人羊牌，有人哎，有人了，改。 大家好，我是鲍阿兵，要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祝大家花枝招展，青春美丽。我是阿焕，我要祝大家，我暂时还没有想到哦，但是最好就是发大财哦，然后记得要来吃我的咸鱼炒粿条哦，恭喜恭喜。 发出去，我也阿兵你，那今年在这个虎年呢，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虎年呢，找虎符啊，那么其实虎年呢，你都可以当一个财神年，哈哈，恭喜大家发大财。那啦啦，我们过年去哪里？通常不是去看戏咯。那今年要看什么戏？肯定看大日子五虎啦。那我是五虎的对外负责人，我叫 Alan 啊，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。那别骗我哦，真的要去看哦。我们有了大团圆，有了庆祝，加上这个大日子，一定是一个 big 虎哈。 一定要期待，真的是可以带给大家有这个新年欢笑，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提示这样子，一些讯息这样子，也希望，哎，这老头来接啦，票房多多多多到不得了，可以收视长虹，而且呢成为马来西亚贺岁片的冠军宝座哦，加油！希望大家都喜欢《大日子》这一部电影，祝大家虎虎生威，行业发展，新年进步，万事如意。